好可爱，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哦。妹妹，叫爸爸。叫爸爸？他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我叫爸爸？我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妹妹乖，快叫爸爸。难道我不是爸妈亲生的？这个人的脸型、眼睛，他才是我的亲生爸爸，要来带我走了。天哪，命运为什么要捉弄我？妹妹，叫你叫爸爸，不要这么别扭啊。丁丁啊，乖乖听话啊。听妈妈的话，叫爸爸呀。谢谢爷爷奶奶的照顾，谢谢妈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爸爸、你这小孩疯了吗？我是要你叫爸爸出来修马桶的。